或者先想这个底裤，底裤是这个款，它底裤慢了吗？号线隧道严重积水，造成列车停运，乘客被困地铁车厢。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展开救援，共疏散群众500多人，其中12人经抢救无效不幸遇难，5人受伤均已送医。或者先想这个底裤，底裤是这个款，它底裤慢了吗？走吧。Oh.